将军为何不将一兵就退？诸葛亮平生谨慎，从未弄险。他如此镇定，恐有埋伏。西城就在眼前，未发现内外埋伏就退，从未打过这么荒唐的仗。不亲自查看，我难以安心。张将军小心，若无伏兵，我看你如何向陛下交代？撤！ 那司马懿的大军真的就这么退了？退了。为何呀？司马懿不愿，也不敢杀了我。如此对手，非大汉之福啊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丞相用一座空城就吓退了司马懿的15万人马，功不能守，连累了三郡百姓背井离乡，量之自也。啊，丞相不用过于自责，咱们主力未损，赶明岁秋收之后。 丞相可待我们再攻长安吗？丞相，我军与长安相隔浩浩800里秦岭，错过此番，再来之时，又要耗费多少民力，多少财富？ 丞相，据抓获的村民讲，确实是空城。司马懿，坑我大魏！撤！撤！撤！